李敏晟接进来，先上篮之后闪过了库萨斯的巴掌，对，哇，神偷，对，又来了，再一次的超截，然后上篮没问题，哇，然后的一个抛投出手没进，球掉出来之后，李敏晟拿到中距离的跳投出手有了。李敏晟 long two， 哇哦，也没有得手了，前面直接交给库萨斯，没有摆进放枪了。库萨斯只能摇摇头。李敏晟前五上篮造成犯规，这球正算 L 哇。哇，比五秒钟来发动，李敏晟急停的中距离，哇。跟纽克找到篮板，林敏晟往前推，哇，第一步接进来上篮，好球。第二节开始之后，其实战神在防守海神的禁区就做得非常的好，哇，这个球进算 and one， 林敏晟把比数给追平，而且还有一分超前的机会，对，这是我们刚刚提啊，出手没进，林敏晟切进来啊，这一球非常的流畅啊，哦，陶慧杰守得非常好，哦，但还是被投进去了，但是陶慧杰已经完全把林敏晟的位置都踩住了啊，对，